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有没有看到我对面一大片的全部是竹海啊，太漂亮了。然后在这个竹海里边呢，居然还有一独户的人家，我们这儿呢也过去不了啊，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，特别漂亮。大家看一下呀，一大片的竹海呀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然后正好这里呢有一独户人家，这个地方环境美不美，我就问你们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